据外媒报道，近日威廉王子被英美八卦刊物接连爆料，指他背着凯特偷情，妻子凯特伤心不已。有消息来源表示，威廉和凯特已经各找各的离婚律师，以便夫妻之情若再难挽回，就得马上开始谈判财产分配与孩子的监护权。目前英国皇室并没有回应此事。据悉，威廉与多年友人罗斯背着凯特偷情，凯特惊闻老公在自己眼皮底下还能搞外遇，又气又难过。Globe 指他不愿被当傻瓜，气得质问威廉，威廉则辩称那些只是不实的八卦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